准备怎么样？我今天介绍是将将这样的最简单的康乃馨的加法，这是一啊两个杂志做的，大家请准备好，准备好了吗？来，我们一起准备母亲节，大家请看一下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今天这样的两件杂志做的，一个是很小的流沙的，一个是一般的大小的黄色的杂志。好了吗？好，准备好了吗？首先说明的是画的部分假的，所以利用这个颜色的杂志。好，首先一般夹，再一般夹，加点小小的四方形，中央点在这里。这样剪开，那个是可以用这样的，好了吗？这样的打开，中央线在这里，一点点右边。大概在这里，左角落往上夹，这个是我大概三分之一的部分夹的大概。左下的角落往上夹，冰呀冰，这样最前面的一件打开，翻过来，这个地方加横，左边夹，往左边夹。夹的部分上面，好，大致放在大概中央这边。左下的角落，利用这个钱横向夹，大致在另外的角落往上夹，站立一下，然后最前面的这个部分，夹这个。好了吗？